么三创校园啊，创意、创新、创业，是我们啊学校代校长啊来校之后决定来推动。那也配合我们啊文化处啊育成中心啊王副校长这边啊不眠不休的来啊推动这个工作，让学校、啊、学生同学毕业后毕业的就业也还会啊创业。Yes, we can.Yes, we can. Yes, we can. 所有的团队都提出申请，我们用半年的时间让大家来 practice 一下，来练习一下。那最好呢，大家鼓起勇气走出校园，去参加校外的比赛，去拿大奖。能够得到第一名，真的像是在做梦一样，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这个产品在上个礼拜在德国参加那个发明展才拿到铜牌奖，然后我们今天参加那个创意竞赛就又拿到第一名，真的我们真的感动快要哭出来了。